我们有一点小粉丝的感觉，所以很兴奋。对，好，那我们先不要先自我介绍吗？都可以啊。好，那反正我们这个也是教学影片了，你就哦，那太好了。对对，就跟这个就跟一般 YouTuber 一样，就先跟网友问好，对吧？大家好，我唐风。大家好，我是 Stella。好，我们就是区块链技术跟教育公司。那我们其实旗下有就是Media 这个子品牌，所以我们其实有定期的去推广很多就是区块链技术相关的文章。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访谈内容会比较针对几个面向，就是从包括就是可能区块链的应用，那因为很多人都就是很想知道区块链怎么应用在各行各业的，那也包括就是可能政府对于区块链的态度，那最后就是区块链人才培育这一块。对，因为我们旗下的另外一个子品牌是 CBA 亚洲区块链学院，那我们就是针对区块链的人才培育。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会有大概五大面向，然后会有一点像是 speed dating，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一个不同的同事，快问快答的。对，会你可以就是沉淀，慢慢回答也没有关系，这样。那大概八题左右。好，那我们你们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好，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看你想不想要针对这个我们直接对荧幕做介绍，还是是啊？就大家比较知道。就叫一下自己的名字就好了。对啊。OK， 好，大家好，我是 Stella， 然后我是 Buckshift 技术公司区块链技术公司的行销长。那我是 Buckshift 跟 CBA 的 BD Anderson。嘿，我是 Ella， 那主要是负责 CBA 亚洲区块链学院。我是 Jason， 我是 Buckshift 的营运长，然后负责区块霸自媒体的文章。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集，因为人比较多的关系，我们都有戴口罩。因为以前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有保持1.5公尺，就不用戴，但这一集就都戴上好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好吧。那第一个问题想要我这边询问，就是因为我们有 CBA 亚洲区块链学院是做教育的，对。那因为其实很多人就会先来问我们说，到底区块链是什么？怎么样解释这个名词？对。那一般我的回答就是会从他熟悉的产业跟他做一个应用解释，然后可以讲到说分散式账本啊，或者是一些资料储存的方式。那想问说，唐委员，平常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解释区块链这个名词？那你对于区块链的技术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我来讲，区块链它就是一种实践分散式账本的方法了。就好像 Google 是一种搜寻引擎一样。那对，还有别的搜寻引擎吗？对，所以通常我都直接讲分散式账本。那其实分散式账本现在大家是很容易理解的，好比像说我们的口罩地图，它事实上就是一种账本。就是每一次你去刷你的健保卡，然后拿了9片口罩出来的时候，那你可以稍微重新滑动一下你的手机，就看到口罩地图上面的那个数字就减了9。那也就是说，当你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可以立即的，没有那么立即啊，你要等3分钟，等3分钟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行动的结果。而且呢，它不可篡改，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有超过130个各个不同的开发者，每一个都有一个自己的备份。你很难篡改而不被这130个人发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可以用自己最适合的方法。有些人看地图，有些人用吉管家的那个 LineBot， 有些人是用听的嘛，有 Siri 啊 ，Google Voice Assistant 等等。但他们都共享着一个，就是每一个药局现在还剩几片口罩的这样子一个账本。所以这个账本呢，虽然它目前是全部储存在健保署的一台机器上，但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假设现在健保署的那台机器如果挂掉了。每个药局自己都还是有自己的仓储的数量，只要他愿意把这些仓储的数量公布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一个所谓的单一储存点的一个失误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就把健保署想成以前的中心化的系统，每个药局想象成一个节点，这样子大概就可以知道分散式账本的意思是什么。了解，用分散式来切入。那如果大家在询问说它背后的技术原理的话，会怎么解释比较好？是，我想背后的技术原理在分散式账本界是有很多不同的技术了，有一些是好比像说是你要先证明说，你有花了一些算力下去，那你才能够记下一笔账嘛。也有一些是说啊，你要在这个账面上面，你要先证明说你在这个账面上面你是有利害关系，有利害关系人，有利害关系越高的，他记这笔账的几率就越高。甚至呢，还有一些是相信特定的晶片，是说，我证明说我过了1分钟的时间，这样子我才能够写出一笔账等等。那这些技术
术细节，我觉得对使用者来讲是没有差别的。对，就是好像问说，哎，这个我要怎么跟使用者解释？你用 SQLite、用 MySQL、用 PostgreSQL、用各种各样子这个的 SQL 引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当然，我们技术人员知道有一些不一样，好比像说你每秒钟能够写入的这个次数可能是不同的啊，或者是说你要去做稽核，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个演算的时间是不同的啊，或者是说它抗这个打击、抗攻击的能力也许是不同的啊，等等。但我觉得那个是等你要开发程式的时候再来说明就可以的事情，在它应用上面其实就是分散式的账本。哦，了解，蛮清楚的，懂。哦，那我大概理解了。那对于区块链这个技术，你的想法现在是比较偏向于以后一定会使用到它，还是不一定看开发者？我想，如果有很多人一起写入一个账本，而这些写入的人之间彼此不太互相信任，那这样他们之前呢就要先协议出一个合约来。对，一般来讲，一个合约如果它是一个民事合约的话，是如果有人破坏了这个合约，那你要告到法院，合约上面还会说啊是以什么为一审法院啊什么之类之类，你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把你一开始受到侵害的那个权利去回复掉。那但是呢，区块链给我们一个概念叫做智能合约。智能合约的意思就是说呢，你把当时大家都要遵守这个条款，你一开始就写在程式里面，以至于你干脆就没有违约的可能，因为有违约的这个状况的程式是跑不动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好像把你这个事后救济的正义的这个法律程序提前到前面。所以当我们说所谓 code is law 的时候，我们讲的不是说它去模拟那个法官审判的一个程序，而是说它有点像 physical law， 就是物理定律。你这个空间盖完之后，你根本就不可能去违反这个物理定律嘛。我们有各种违反法律的罪名，但是我们没有违反物理定律的罪名，为什么？你根本不可能去违反那个物理定律。了解哦，感谢唐委员，我觉得蛮清楚的，谢谢。那接下来由我发问，一直想问唐老师一些问题。那第一，主要有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目前市面上的论文啊，还有一些新闻，那目前都知道区块链在金融业其实是用的最比较稍微成熟的。那相较金融业，还有没有其他领域是你觉得最有前景，或是最可能应用区块链的？其实分散式账本技术在金融业应用之前，其实好比像说爱沙尼亚，就用它来当做所谓的代码化的这样子一种，它在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去算一些统计资料，或者是可以去做一些资料交换，而不需要去揭露关于这个人全部的个资等等。那像这样子一种就是公部门内部的资料交换，它奠基在一个前提上面，就是大家也希望公部门，好比像说负责健保的健保署，或者是说负责移民的移民署，或者是内政部或什么，它各自有各自的资料集。大家都希望说大家在彼此交换的时候是注重资讯的安全的，还有就是说事后它是可以追击的，就是说如果真正发生什么事件的话，你回来你可以给得出一个交代，说哦，为什么你的资料跑到这边来了，当初搜集的不是这个人吗？为什么利用的跑到这个人了？中间经过了什么处理呢？等等，它应该有一些不可否认的一些轨迹在这边，让大家都可以去稽核。所以它作为稽核的这个用途，当然在金融上面也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主要在公共治理跟行政上面也非常有意义。哦，这样层级可以扩及到国家层级上面，这样那区块链是真的蛮有前途的。好，谢谢唐委员。那再问第二个问题，就业界有个传说说唐老师曾经以比特币作为计价单位去收集顾问费，是的，是的。哦，这件事是真的，是真的。哦，但是当时跟我合作的包含苹果公司啊，包含 Social Text 啊，包含这个那个叫做什么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就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当时都跟我说他们的账目没有办法处理比特币，所以说他们都是以当时法币去计价，好比像说在牛津大学那边，他们就换算成当时的英镑，或者是说换算成当时的美金等等来付钱给我。哦，所以如果他愿意用比特币付，你是愿意收比特币的？那当然了，那当然。所以，但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用比特币付，当时因为这太早了，当时一个比特币差不多6000台币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这样子讲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的比特币账户开在那边，但是没有人真的打钱进来，大家都开始换成法币这样子。那到这个我当政委了，当然就更不行了，所以我就跟监察院说：“你看，这个我可以证明里面一毛钱都没有啊。”是是是。那这承接比特币有一个投资人都很想知道的问题，就比特币很多人都说它是数位黄金，然后都用它来做避险，可是最近市场上看来它的价格其实是没有呈现避险作用，那大家就开始探讨比特币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因为比特币当时发展出来，它一开始的理念就是用来做支付嘛，
可是从一些数据，像是未动用比率，就是比特币动用的比率越来越少了，还有等等数据显示说它在支付的功能上开始下降，那它的价值是因为有更好的东西出现了。那如果更好的东西出现，那比特币它未来还有价值吗？当然，就是说更好，所谓更好的东西，我先定义一下，是说可以去运行比比特币当时设计出来更多的智能合约的技术，或者是说它每秒钟它清算的速度可以比比特币当时的设计要更多一些，或是它有更多的价值方面的应用等等。那当然这个我们还是必须要说，比特币一开始那个贡献就是解决 double spending 的这件事情，那个是划时代的，就是说就算后面更多更好的币出现了，它不抹灭掉比特币在一开始在历史上的这个贡献。那当然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网络效应嘛， network effect，只要还是最多人在运用比特币，那这个 network effect 本身它就有价值。那所以可以说我觉得它主要的价值就是在因为它的知名度，所谓的 mindshare 还是最高的，那还是最多人愿意去使用它，还是最多人觉得说它可能比较不会垮掉等等，是对于比特币早期到现在累积起来的这个信任在产生价值，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哦，所以现在如果支付给你比特币当成对价还是愿意的？那你现在还是要换成法币给我，因为我现在是公务员哦。而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我没有办法收取这种高风险的投机性的东西，哦、来当做我的对价。事实上，你有付过税，你已经付过薪水了，所以我的意思。对对对，谢谢。那所以我像我现在也正在创业，因为我们前两年我们跟全序部有一个讨论，以前呢公务员只能担任国内的 NGO 的理事。但是他们其实母法没有这个限制，所以他们现在就开放了，我也可以当任国际的 NGO 的理事，所以我就跟有一个人叫 Vitalik Buterin 就一起创业，我们现在一起是一个纽约的一个叫做 Radical Exchange 的理事，其他还有Glenn Weil 啊、Daniel Allen 啊等人。那当然我们主要在推的就是快要出版的一本书嘛，叫做激进市场Radical Markets。 那我们在里面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把以太坊去看成一个我们新的治理技术的一个实验场，不管是什么平方融资嘛，平方基金啊，或者平方投票法啊，或者所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的实验没有办法那么快得到结果，但是呢我们在以太坊社群的实验可以非常快得到结果，像 Gitcoin 现在已经跑到不知道第几轮了，第六轮的样子。对，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如果你现在要支付我东西的话，我就宁可你把要支付我的东西变成 Gitcoin，就是你用那个 DAI 什么去做那个实验，那对我来讲，这个实验的成果，它如果证明是有效的，那我们真的就拿来我们台湾用了，因为台湾对于这种新的社会创新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平方投票法在科罗拉多证明有用之前，我们已经拿来做总统梅黑克松的投票了。那我们当然在这边我们也有群募嘛，但是我们的股权是群募，不管有没有用那个区块链技术来，有的话叫 STO 嘛，没有的话就叫 Equity Based Crowdfunding，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往以太坊这边去做学习，所以像平方募资法啊等等这些，当他学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哎，我们说不定自己的治理是可以用来参考的。哦，观众应该受益良多，我自己也受益良多。好，谢谢唐委员。那接下来换 Anders 还有问题？这个就是跟刚才提到的其实有一些相关联性，就是我们都知道区块链在现在来说是个新兴的领域，但是目前看得出来，政府其实非常积极的在专注，也不能说专注，有在关注，而且尝试使用区块链去提供很多公共事务的一些发展。那唐委员这边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最近还有什么样子的区块链的服务有正在产生或者正在规划？其实像智慧电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说，资料的产出者当它是分散而且彼此都不认识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分散式账本有意义的地方。如果大家都彼此认识，就是说我们五个人，那这样我们就还是签一个普通的合约，然后让地方法院当做一审仲裁就可以了。所以大家都彼此不认识，而且彼此不一定信任的时候，像分散式账本这样的方式就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来告诉大家说，哎，我真的贡献到了这个电网多少度电，或者是说我这个贡献的过程里面，这个 IoT 的这个装备它可以自己就在自己里面运行一个半节点，然后呢去确保去集合
说他所这个写进去的这个资料是没有办法伪造或者是不会作假的。那如果作假的话，你可以马上就把它抓出来。所以这个呢，在智慧电表应用是继空气盒子，这个大家都听过，就是空气污染的侦测嘛。后来也有写到分散式账本里面嘛，那时候是 IOTA 嘛，写进 IOTA 去，那或者是水盒子，那个就是农地工厂再去量水污染啊等等。之后，那我觉得继空气跟水之后，电哎，可能就是下一个分散式账本的一个很好的应用。所以像现在来说，因为我知道之前这个东西其实有在比如说印度或者是欧洲有在实验这件事情，那台湾现在是有在做这个实验吗？因为我记得在法规上好像购电协议好像还是没有通过。对，台电目前在做这个技术的可行性验证。哦，还在做这个部分。还在做可行性验证。台湾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弄一个沙盒出来。所以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一年不来罚你，但是对价就是说你不管实验成功或失败，你得公布出来，让大家有所学习。这样。了解了解。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刚才有一直提到，就是分散式账本这个方、这个想法，其实可以用在很多公共事务上。但是其实区块链刚才有提到，就是区块链其实等于是一种分散式账本的实现，对对，一种分散式账本的实现。真的要讲 Git 也是一种分散式账本。对对，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使用分散式账本这个逻辑，还是我们真的有使用到区块链这样的技术？我想就是说以公链来讲啊，我刚刚讲的很多应用它都是直接搭在以太坊上的呀。那以太坊作为公链，尤其是把杂作纸写进去，这个是大概业界都已经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个技术。对，那比这个再多一点的，好比像说在自己加一个侧链啊或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就要看实际的应用场景。那最大的重点还是说你拥有一个 plan B 嘛，就是你请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帮你做稽核，然后请地方法院来帮你做仲裁。如果你用分散式账本的成本反而还高过传统的这些方法，那你当然就不会投资到分散式账本技术，因为这个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它还是一种虽然是比较便宜做稽核的方法，但它还是要达到一定的稽核强度，大家才愿意能够加入嘛。如果大家用了一个私链，但是这个私链就那么几个节点，然后最后当掉了，那这样子的话，那还不如一开始就去找可能 KPMG 或 PwC 还比较快，对不对？所以通常是在跨国的情景，或者是说跨不同部门的情境，那这个时候区块链也许是可以当做一个就是额外的一个品质保证，但他们中间还是要走传统的那个法律程序。至于用智能合约完全的取代掉传统的这个法律契约等等，这个是有很多研究正在进行，但以我所知，在公部门里面还没有完全用智能合约去取代普通合约的这个状况。对，简单说，基本上现在都是 Plan B， 还有正在试验，在沙盒状态。是这样子，对。OK， 好，谢谢。那在最后，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目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资源是可以提供给区块链创新啊等等等的的方式？对，我想当然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最简单的，其实区块链本身就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群募计划，就是是真的、对，就是说这个我们学密码学的以前都要靠这个等于博客会啊等等拨那个研究经费嘛，现在自己弄一个链出来就大家群募就可以支持密码学的研究了。所以就是说真的就是从一开始的比特币开始到之后的很多币啊，它其实真的是密码学家群募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啊。那我是觉得说透过这样子的一种群募的活动，也让大家了解到说，其实你付了钱你就不会想要看它失败，那参与它的治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早期的一些这个就是群募的一些计划，如果付钱的人他没有参与治理的话，那如果他后来发展的方向不如预期等等，往往就会觉得好像感情被欺骗，好像自己就变成一颗韭菜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对，那但是像最近的一些群募的计划，好比像说有一堆人跑去纽约时报登广告，那样子的一个群募计划，他真的是参与式治理，就是说一开始大家是用一个比较义愤填膺的一个角度来投钱嘛，那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说，哎，我们应该要人格应该比较成熟，应该不能只是跟人家对呛啊，应该是要展现一个这个成熟的一个态度。那到底是哪一种成熟的态度呢？哎，他们就发了很多的问卷。那发了问卷之后，哎，慢慢你就发现说，好像在两三天之内，大家就登短了嘛，就是有挑出钱的人有一半左右有参与这个治理的转向。那当然后来发现说，其实纽约时报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还多一些钱呢。那这样的话，这笔钱到底要怎么用呢？哎，又大家继续参与治理。
那参与治理之后，当然现在有很多都已经目前捐到我们机关署的这个专属账号去了等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想出钱换参与权的这件事情，在最早比特币的时候是成立的，但是中间有一长段的时间，好像出钱也未必换得到什么参与权，变成这个所谓币圈跟链圈的主要的不同嘛。但是现在不管是币圈还是链圈，我觉得你稍微出钱可以换到参与权的这件事情，我们在法规上面，不管是股权式的群众募资，或者是股权式群众募资上链，俗称 STO 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们这边可以透过沙盒以及出沙盒已经有一些证明已经是 OK 的，它可以慢慢变成我们经济活动的一部分。非常感谢。好，那再来换 Stella。 好的，我是最后一个桥段了。然后在前面这四个桥段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都学到蛮多。然后就是简单就是 summary 像你刚刚说的，包括就是区块链能解决的，就很多可能不信任的人，他们彼此有一些信任问题，或跨国跨部门的话，那刚刚唐委员有很好的解释到，其实区块链是可以这样很好的去做协作。那使用的场景可能空气污染啊，就是搭配一些 IoT 设备，以及一些流程集合跟资料共享的部分。那另外在政府部分，我觉得政府也提供有很好的协助，就是在沙盒上面有很好的试验点，让我们可以去做尝试，然后并且把最后的流程给公布出来。对对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想问的，就是在那个科技人才的部分，因为像现在就是创新的科技这么多 AI Big Data 等等，那 Blockchain 的这种人才的话，你们觉得现在牧场上市场有什么样的需求吗？牧场是目前的市场对了，我是觉得说分散式上门技术，它对很多人来讲它只是一个集合的一个技术，但对我来讲，因为它上面有智能合约的这个功能，所以其实就是把我们法律的所谓事后的这个正义的达成变成事前的正义的达成。但是意思也就是说，当你变成类似物理定律无法违反的东西的时候，它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一开始写进去的东西就是有问题的，那一旦有问题而你又不能违反的时候，那就会出现很大的争议。那就好比像说以太坊就会变两个，这是最早的那个争议嘛。对，就是说我写了这样子一个智能合约，我发现里面有一个漏洞，但是我都已经写下去了，就好像开天辟地的时候就已经物理定律有漏洞一样。那这样我到底是留着本来这个宇宙虽然很不公平，还是我再赶快创造一个新的宇宙感觉上比较公平呢？对，那当然当时 Vitalik 有来找我嘛，那时候我才刚上任，我们有聊这件事情。那他也是说，虽然他们有一个好像象征性的投票啊等等，那他也觉得说这个治理好像就是说他的资讯技术已经到达21世纪了，但他的治理技术有点中世纪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大家其实不是很知道要怎么样治理这样子一种先进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说，虽然乍看之下公共行政学啊、社会学啊、法学啊跟这个区块链没什么关系，但当你要开始开发区块链系统的时候，这些素养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了解到说，当你在设计智能合约的时候，你一定程度上是在取代现实世界中的法学系统。那所有大家对法学系统的要求，好比像说公平，好比像说正义、可预测性等等，随着你这边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人家也会来对你要求。那你如果回答不出来的话，你就没有取代到现有系统的正当性。那所以这些素养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有一点就是 shock 到我的世界观，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从公民素养跟这些治理的角度出发。那因为我们身为就是培训单位，那我们除了提供就是区块链相关的知识以外，我们也在想说像这种软实力是该如何再去提供给大家的。那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想法，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培训单位，除了一般的硬知识硬实力以外，有没有什么软知识是可以提供的？ 对，我觉得当然大部分尤其是公共的区块链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开放源码的专案，它还是奠基在开放源码专案的这个长久悠久的历史上。那所以我刚刚说 Git 也算是一种分散式账本，也不是乱讲的，因为 Git 它很大程度的改变了开发者的文化。在有 Git 以前， fork 是一个否定的用词，你把一个专案 fork 出去是你对它非常不爽，你才把它 fork 出去。但有了 git 之后，你 fork 变成一个肯定的用词，我 fork 表示我喜欢你这个专案。那为什么？就是因为
它透过分散式账本技术以及所谓的 CRDT， 就是比较不会起冲突的资料结构，让你 fork 出去把这个繁体字的体改一下之后，它可以很容易的 merge， 就是合并回到本来的那个主分支里面。那所以当你合并的成本减低的时候，那你分支自然也没有敌意了。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了，我觉得这个发明也不逊于这个 Bitcoin 当时的这个发明。那当然 Linus Torvalds 不是发明这个的，是 Beekeeper 啊等等，但是 Linus 是把这个东西让所有人知道，因为为什么他把他的前一个专案叫 Linux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开发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我自己也有一个叫做开源之道嘛 Open Source Enlightenment， 那Linus Torvalds 也有写很多他开发的这个想法嘛，包含说他的沟通形式，现在他都说 hug you 了啊，但他的用词也都有一些改变。所以总之就是说就是包含这个社群治理啊等等，就这些软实力其实你不需要往外求，在整个网际网络治理社群里面本来就有。我们为了要照顾到各种各样子不同的人，我们怎么样子去让大家彼此更好的互相相处，所谓的 code of conduct。 好比方说我之前有接触过一个社群叫 Open Tech Fund，他们的 code of conduct 里面有一些不能做的事情嘛，像什么骚扰啊什么，当然大家平常都不能做，但他有加一条说你不能在不问过对方，没有取得对方同意，对方没有主动邀请的情况下去纠正对方的拼字跟文法。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我们写程式的人看到一个没有对齐的括号心里就会很不舒服，但是如果你就一直去纠正人家拼字文法的话，那你英文不好的人就不会想要贡献这个专案。所以就怎么样让大家在相处的时候，就是你听他讲的什么口音啊或什么你听不懂，你可以问说 pardon me， 但是你不要说一直去纠正人家的拼字文法跟发音。那这个就是社群融洽相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做这些东西都是跟机器相处，把自己的想法写进机器里面，但事实上运用的这个空间里面的还是彼此。所以人跟人之间怎么相处，我觉得就可以参考大的开放源码计划已经累积二三十年这个历史所传承下来的一些文化。那这样子的话，在新一代的这些朋友们做这个尤其是公链啊的开发的时候，就可以少去很多大家因为这个自我过度膨胀而造成的一些困难。这样理解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一个 knowledge 的分享，是让我们知道虽然区块链是一个就是硬知识，它跟它是一些比较 hard skill 的部分，但是其实它也蛮着重在人性化跟人与人之间的可能要解决一些问题，那你要理解人的问题，所以它其实也是蛮 soft skill 的。没错，好的，所以谢谢唐委员今天非常完整分享，谢谢。